1.7 以前的版本，这个判断不能够用自串，可是最近我看了一下 1.7 的，居然 1.7 它这个后面呢允许可以用自串，所以如果你的环境是 1.7 的话，后面这个地方如果直接不用判断直接丢下来是可以成立的。 OK、哦、如果有兴趣的同学可以试试看。那怎么知道说呢我们开发的时候呢用哪个版本呢、哦、其实就有刚刚我们在选的时候就有选的、哦、所以如果说你按右键内容、哦、当然也可以再看一下 Java 的编译器，编译器这个地方呢你可以去也是 还预设是 1.7 的、哦、那我们现在 run 的话是 1.6、哦、如果说你要更改的话当然也可以更改了、哦、好，那其他的话诸如此类、哦、这边几下的范例我想各位有时间的话利用我们今天所讲的方式、哦、把这些程式码先 run 一下，那里面包含 switch 里面有两个范例，再来就是回圈的部分。那回圈呢在这各种语言里面都有、哦、那比如说 for 回圈怎么去使用、哦、比如说 for 后面有条初始值跳脱条件、啊、这应该进入条件，然后呢步进的方式是加加，等到这个条件是 true 的时候呢进去，等到 false 的话呢就跳出来，那利用 for 回圈呢计算程式的加总、哦、我想这部分的话有时间的话各位不妨可以先练习看还有什么猜拳游戏，诶可以用猜拳可以自己跟电脑玩游戏，它可以乱数产生计算到底你是不是赢、哦、剪刀石头布跟电脑呢做猜拳游戏、哦、那诸如此类这边有一些范例我想各位回去可以练习看看。那练习完之后下个礼拜、哦、我想慢慢再导入什么呢，先有 Java 的基础之后的话那如何再把这些范例改成 Android 的版本。其实像这样东西你想说那我如果要变成 Android 的东西 Android App 呢怎么做，会不会很困难？其实、哦、跟各位讲如果你有 Java 的底子、哦、要延伸出去很快，因为呢 Android 也是怎么样呢有点类似一个软体零件嘛，那个 SDK 什么那、啊、就是很多的零件，你知道吗把它挂进来用而已啦、哦、所以你要挂得上去它、啊、就会使用了。 OK 好，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哦、先看一下 Java 的部分。那之所以